兄弟们，这条鱼叫做马鞭鱼，除了它的嘴巴长，其他也没有什么特点。它吃饭是不是很费力气呢？有的朋友进来看到这样的鱼，第一次见，那立马就给你点亮一颗小红心，然后加一个关注了啊！你的家乡没有海没有关系，加上我的一个小关注。我手在一年四季当中，冬天的时候最容易找到，也多，藏得深，也跑得快，挖它动作要快，姿势不一定要帅。啊，如果你此刻看这个视频连接的是 WiFi 的情况下，麻烦留下个双击啊，好长哦，哈哈哈，加关注。Hello 朋友们啊，走在退潮的沙滩上啊，看到这样的小眼千万别放过啊，结果可能会让你们出乎意料啊，非常大的一个鬼头线啊。有的老铁一进来看到那么大的鬼头线，反手就是一个双击，因为他知道双击可以提高账号的活跃度哦。最近有好几个小姐姐私信我说，如果我能发一个活的小河豚就会给我双击。我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小河豚，特别可爱，这个颜色特别好看。那个小姐姐在不在呀？给我双击了吗？如果不双击的话加个关注。 Hello 朋友们，好多小哥哥小姐姐发私信告诉我说没有见过这个八爪鱼游泳，能否能给他拍一个，这都不叫事哈。今天给你拍了一个八爪鱼游泳，他还吐了沫，冒了泡泡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留下一个小红心啊？如果喜欢海边生活的记得留个关注。